这能看清？这是字吗？文，广场的广。月。你等会儿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慢点，慢点。太快了。哇塞，这字是没看出来，反正肩颈是活动的。一转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先晕球，现在不行。给个面子，给小高球走。度度，恭喜回答正确。行。啥？恭喜绿队梦想满速。你是怎么看见的呀？看过来，正好迎着我，就看到一个度。我们太差了，加油啊！加油 ，baby， 加油，加油，沙哥，加油！我天，这还戴眼镜好使。接下来第二题，准备开始。周，日，月，很接近了。很接近了。白，对，刚才回答对了，白。白啊，白。再看一眼。白。我眼神好，我眼神好。拿手里你还看不见？偷题都没偷明白呀！刚才跟我们队里队员说，我这眼神好，看还看晚了。你是隔壁队的吗？你啊？我看哪儿？扣一分。哎，那个不要扣分，他不是我们队的，送给那队了。哎，我们不要，凭什么塞给我们？淡和白都分不清的人。下一轮开始。哎。哎，你看这，沙哥，你负责控制他啊。丁丁，热，风，热日。什么？喜欢搞我？小心点。好了，好了，勺，勺子的勺是。几？乙。恭喜回答正确。哎呀妈！哎呀！你走开！你不要站在这里！你是黄队在这里，你这个人好烦。没事，我们这儿老有捣乱的，你知道，不让人看。我自己也搭进去了，我自己也没看。你也看不见呀。下一局开始。这个字有一点生僻。四毛毛，甲赤赤很接近了，赤长啥样啊？赤长啥样？赤楚楚。哦，恭喜回答正确。哇，我都不认识这字儿。就是慢慢行走的意思。对，这个是楚，是是他的另一半，是把行走的行拆成了两半。行走的行啊，银行的行拆开。这个不叫双人旁吗？是右边。我老师没有，除了双人旁以外，没有告诉过我他还有读音啊。对不起了，主编，我要把眼镜摘了。完，完全看不清。那么我们沙老师也摘了，沙老师也摘了。对，公平了，老师我也不打扰你了啊，我上这边来了。你是这个。你是这个不行，这不行，我这五百多，这不行，这个跟对不起，这个可能度数太大了。哦，这数太大了。哎，关键是我们带这个稍微小一点，但能带。你那度数太大，他的度数太大了。哎呦！哎呦我的天！划过来，划过来，好好玩，好好玩，好好玩，好玩，再对，放过去，给，对对，那不等会儿吗？我就不应该信他了。我自己。下一局，请准备。龟。
三个图那是什么？哎哎，摇摇，这不能算，这摇摇，白鹿先答对。最后一题，请准备，开始，开始，来，哥，这个男的，货干，货干，女，小琴，你可以挡住他眼睛。你不用挡，这我都看不着。哎，这不是守护的护吗？你告我是啥？徐徐，不知道。我们就这个机会呀、啊。这个字有一点生僻。那完了，那完了，那不认识。中。如如念哦，好，恭喜白鹿回答正确。耶，什么东西啊？你说什么？念，二十的意思。文化人啊，白鹿念是自己看到的吗？没有，是听到的。干，很接近了。生僻字，念，是不是念？念，你们场下答对没用，得场上的人说呀。哎呀，